点个赞，回归正题。拍摄啦，看戏太多，入戏太深。其实我们今天是来到卡巴星 Drive the Pepper Lobster， 不对，来这边就是能够找到传说中拥有 amazing 的 sea view affordable 的价值。Baru got promotion， 两人同行一人半价，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啊！这个九月份他们的手抓海鲜还推出了 limited 的 flavor， 就是这个特色咸蛋的 miso， 还可以自己 request 要不要辣，而且一份只需要从98块起。讲是讲两人份，可是分量就算你三个人来都是够你吃到饱的。手抓海鲜的配套有四个 set， 里面本来就已经有包括了那些拉拉 scallop 之类的，你可以选择要小龙虾、大龙虾，再选口味选辣度。不要龙虾的话，他们也有超大只的帝王蟹，一份的话是给你800g， 或者你要选择他们 XL size 的大螃蟹。所有的咖仓 apron 手套都准备好好给你，伊朗的小龙虾新鲜到你扒出来绝对是肉质饱满的，帝王蟹的 size 随便三只脚都够你800g， 龙虾的 can 都差不多像我的捆桃包一样大，在这边真的可以好卖大口的咬，包你吃下去口口都是肉，绝对够满足。螃蟹他们选择用 XL 的 size， 而且价钱全部都是 fix 了的，不用担心会进来备胎。配套里面的配料不是没加入人减少，但比那是路人 really 是价不高，还可以自己 add on 其他的小配料。除了这个月的 seasonal 咸蛋口味 garlic butter 跟 Malaysia style curry 是这边平时最受 customer 欢迎的，这两个乌鸦是很适合 Malaysia的 flavor， 浓郁的 butter 香再加上 garlic 的颗粒感一流啊。 Malaysia style curry 这个还可以选择你要的辣度。 Weekday 的下午他们还有 set lunch， 合入六个选择，价钱从13.9块起。这个最新推出的 pizza 也是邪恶到 cheese 铺到满满给你。 Pepper lobster 的海鲜出了名是新鲜又大只，色香味俱全，还可以保证你咬到肉质的满足感。重点是价钱 affordable， 赶快叫你身边的海鲜控来吃一次。嘿，喜欢我们的作品或有兴趣合作，只要在 Facebook 找林时林就能看到更多我们介绍的影片哦。